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Amen. 我们把圣经打到约翰福音十四章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六节。小哥们，一二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你们若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，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，并且已经看见他。没找着啊？找着怎么不读呢？感谢神的恩典啊！我们一同闭目，为今天所查考的这个课题，就是畜类人。我上一堂课就是在上一个点讲到了第八点，但我今天在这个地方接续的讲到第九点，所以我们继续来讲，就是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亲爱的圣天父，谢谢你，感谢你带领我们的聚会，把弟兄姊妹交在你大能的手中，求你今天亲自来赐福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，凡来到这里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你大能的手中，求你用大能的膀臂托起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，使他们的心灵得以开启，使他们能够看见属灵的亮光，求你亲自用大光来光照我们，使我们的心灵得到光照，因为你就是光的生命，你就是爱的生命，你就是儿子的生命，你就是真理的生命，离开你我们就没有生命，只有你是我们的生命。求你按照你的旨意，在圣经里应许给我们的一切话成就在我们中间，将弟兄姊妹都交在你大脑的手中，只要来到这里的主，你就开启他们的心灵，使他们认识你这一位独一的真神，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。因为只有认识你才是生命，不认识你的人就没有生命。谢谢天父的恩典，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，但愿今天的聚会达到你的面前，除去魔鬼的拦阻和搅扰，将你的瓦器托起来，给他聪明智慧口才能力，使他讲说的每一句话语带着天上的权柄和能力，使弟兄姊妹借着他的口都能得到造就。应允我的祷告，感谢祝谢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，阿们。好，感谢主的恩典，咱们今天交通这个课题叫畜类人。我一想讲了八点了，诸位，在上一个点讲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从那个网络听的。我要把这个课题讲完，刚刚又讲出来人，讲到第九点，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那么就亚当那个灵不是生命吗？有人说亚当那灵不是生命吗？那是什么生命？昨天我讲到了，那什么生命啊？啊？就跟畜类人一样，那个生命就像什么呢？雅各书上说那个生命是什么？是云雾，是不是啊？出现少时就不见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耶和华吹了一口气，你们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，是不是啊？那个生命是真的是假的呢？啊，亚当那个生命是真的是假的？假的。那么基督这个生命是真的是假的？真的。那么这里就一下就告诉你，人有了神的儿子才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他就没有生命。生命在乎谁呢？耶稣说生命在乎我，对不对？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是不是在他？你要没有神的儿子，是不是就没有生命了？那么你那个生命是什么生命？受造的生命。受造的生命是不是被神儿子的生命的影子？那被生儿子的生命是不是受造亚当那个生命的实体啊？那么耶稣基督他为什么成为末后的亚当？耶稣是不是被称为末后的亚当啊？是末后的亚当。那么亚当老亚当是叫什么亚当呢？先前的亚当。几个亚当？两个亚当。那么看的是两个亚当，其实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亚当，就是先前的亚当，因为亚当死了，耶稣必须的道成肉身跟他一模一样的，
是不是啊？其实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亚当，钉十字架的人就是老先前的老亚当，从死里复活那是哪个亚当？是不是新亚当？是不是一个亚当啊？一个亚当，因为先前耶稣没来的时候，先前的亚当是不是死了？钉十字架，是不是啊？钉十字架的，他怎么能钉十字架呢？先前的亚当是死了，是钉十字架，死了。钉十字架不是幕后的亚当，对不对？幕后的亚当成为先前亚当那个形象样式，最后钉十字架了。也就是说，先前的亚当死是怎么死的呢？啊，怎么死的？违背神的旨意死的，是不是啊？违背神的约死的。幕后的亚当就来了，就把他死了之后呢，骨头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耶稣来了，把他全套的东西取过来了，所以耶稣基督就成为罪身的形状了。是不是啊？那么耶稣洗罪是怎么洗的呢？怎么洗罪的？是那个耶稣流完血了，倒在亚当身上，亚当就干净了，倒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干净了，还是把亚当的罪归到耶稣身上？啊，这件事你好好思想啊。耶稣是神把众人的罪归给耶稣，还是耶稣另外去拿着血就往亚当身上倒？这件事咱必须搞清楚，不搞清楚，现在有许多人被盗的。为什么被盗？就是因为他没明白这个真理，是不是啊？耶稣是把亚当的罪取过来，都取到他身上，形象取到他身上，样式取到他身上，是不是啊？灵魂体所有的形状样式都在基督身上，基督上十字架一死，就把这罪就处理掉了，对不对？就像那亚当钉十字架一样，耶稣钉十字架是不是就是亚当钉十字架了？因为他把亚当取过来了，亚当已经死了，对不对？他把亚当取过来，取到谁的身上了？取到谁身上了？取到了耶稣身上。这是不是耶稣？他把亚当的形象样式形状都取过来钉在十字架上。钉十字架那是谁？从死里复活那谁？看好了吗？耶稣这一个身体上有两个形象，第一个形象就是亚当先前那个形象，亏缺神荣耀那个形象，那个样式，那个罪身的形状。耶稣替没替我们成为罪的？替没替亚当成为罪的？耶稣成没成为罪？他要不成罪，你能成义吗？啊？他成没成为罪？成没成为亚当？耶稣就是亚当啊。你到处来找我那亚当呢？我亚当那个生命，亚当那个灵魂哪去了？被亚当灵魂不在这了吗？都被耶稣取过去了吗？形状都取过去了，对不对？样式都取过去，在十字架上钉的，你还到处找我亚当那个灵魂呢？你说亚当灵魂在哪了？啊，在不在这？形象在不在这？罪在不在这？死在不在这？血肉之体在不在这？灵魂在不在这？耶稣那一个身体不就有亚当的灵魂体都在这上面，是不是啊？把那虚的影子给他钉死，是不是啊？钉死完了从死里复活，就像亚当复活一样。其实耶稣基督就是代替义的，代替不义的，然后呢从死里复活，把那个身体分给你，你相信不相信？你与他联合，你把他钉十字架呢看成是你，你把他荣耀升天那个，他升天那个形象看成是什么呢？看成是什么？耶稣这个是升天的形象啊、哦，升天的形象，这个是钉十字架的形象。我把这个钉十字架的形象看成是我的旧人，我把他升天的形象看成是我的新人。听清楚了吗？阿门。听没听清楚？那这就不就是亚当吗？你怎么有许多人现在找亚当，到处找，到处找，你找不着了。亚当已经被耶稣基督钉死了，对不对？那耶稣不是钉他自己吗？怎么能钉着亚当呢？是不是啊？他是不是替我们成为罪身的形状了？是，成为人的样式了。他挂在十字架那不就你吗？你这叫与主联合。你要单独把自己的灵魂弄出来，那叫与主联合吗？他死了你没死，这叫与主联合吗？他埋葬你没埋葬，这叫与主联合吗？他从死里复活你没有从死里复活，这叫与主联合吗？
什么叫与主联合？他怎样我就怎样，他挂十字架我那旧人就挂十字架了，他埋葬我那旧人就罪身就灭绝了，这是不是福音呢？是福音，是因为耶稣就挂十字架了，你就跟着挂十字架了，这叫福音，对不对？是处理掉罪了，怎么处理的罪？他挂十字架你没挂十字架，然后你等着耶稣挂十字架流出血然后往你身上倒，这是朴玉珠那伙人的信仰，这个信仰对不对呢？不对，这是不对的信仰，对不对？这种信仰是错误的。我怎么叫与主联合？他挂十字架了，你那旧人就挂十字架了，对不对？他埋葬了，你那旧人就埋葬了，他从死里复活了，那么你的新人就活过来了，在基督耶稣里活过来了，听清楚了吗？这叫与主联合，这叫福音。有多少人他没明白这个什么叫福音呢？耶稣钉十字架，他另外他跑这儿来待着了，你看耶稣钉十字架了，他跑这儿来待着，他上这儿来，他说耶稣钉十字架流出的血洗净我的罪，这么洗罪，这么洗罪，对不对？不对，不对，那怎么洗罪？那他挂十字架这个就是我呀，这叫与主联合，他钉死那个人就是我呀，我多少次这么讲了，是不是啊？他的生命就是我的，他新生命就是我的新生命，他的旧生命钉十字架灭绝那生命就是我的旧生命，对不对？灭绝那个旧生命，听没听清楚啊？听清啊，真清楚了吗？咱们不要把我和基督分开，你要把我和基督分开，这个信仰没法信，你是进不去神的国的，听没听明白？什么叫与主联合？什么叫与主联合？他怎样我怎样，他在十字架上我就在十字架上了，他钉十字架我不能在地上，是不是啊？他从死里复活我活没活？没活。你为什么活着？你是跟基督一同活着，对不对？你自己单独不能活，听清楚了吗？所以这个地方耶稣基督讲了这么一句话，我们看第六节，找到吗？第六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十四章第六节，第六节说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。你看我昨天讲的，神要把儿子的生命赐给你，他从死里复活是不是儿子的生命啊？他要没从死里复活，他是不是农夫的生命？是不是？是，因为他带着他成罪了。耶稣成没成罪呢？成没成罪？成罪了。耶稣身上有没有罪？没有吗？没有。他成罪了，他身上有没有罪？没有。因为耶和华将众人的罪孽都归给他了，然后他才拿着血去上你身上去倒去了。你说这不矛盾吗？啊，现在罪耶和华将众人的罪孽归给谁了？归于耶稣了。他为什么要死？他要没有罪他能死吗？他的罪是谁的罪呢？我们的罪。咱们先看看耶和华将众人的罪呢都归给耶稣了。先看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六节，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六节，找到吗？找到了。这是我要讲的第一小点啊，这第一小点，他为什么要钉十字架？我在这个地方我想，所以尽量你要看视频，就是你在家听到也尽量看视频，因为你看视频，我在那连话在写，你就很容易就明白了。如果你不看，你光听声音，你不一定能明白。为什么有许多人就是拿一个播放器在这个地方，就是挂这个播放器就听听我写什么，你都不知道，是不是啊？我这个写是至关重要的，我边讲边写边画图，你就能清楚了，是不是啊？这是我要讲的第一小点啊。第一小点是什么呢？我要讲的第一小点啊，第一小点就是耶和华将众人的罪孽都归给他。耶和华将众人，我们现在众人的罪孽归不归给耶稣？归给耶稣，是在耶稣身上还在你身上？那么你跟他联合，就用信心联合。耶和华将
众人的罪孽，都归给耶稣了。这是耶和华将众人的罪孽都归给耶稣了，是不是？耶和华将众人的罪孽都归给谁了？都归给耶稣。这是第一小点。第二小点就是耶稣基督现在已经成罪了，已经成不成罪？成罪。这一会儿咱们看就行。他为什么他挂十字架？他挂十字架是因为他成罪了，是不是？他替你成罪了。因为前面说耶稣耶和华将众人的罪孽都归给他了，现在这个洗罪的问题我们就要必须清楚知道怎么洗罪。有许多人就连洗罪他都不知道，跟朴玉珠那伙人一样。朴玉珠怎么讲的？他说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了，从天上弹脚那地方往下倒血洗罪，这种讲法对不对呢？就不对。为什么不对呢？因为耶和华将众人的罪孽归给谁了？归给耶稣。耶稣若不死，他的罪就不能处理掉，是不是？他不处理掉，他带着罪能升天吗？他能复活吗？他必须从把罪在十字架上处理完了，埋葬了之后呢，才从死里复活。听清楚这句话了吗？听没听清楚？我们看第六节，找到吗？五十三章的第六节，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六节，找到。咱们开声的朗读，大声朗读。怎么都没有声音呢？你们那么多人，完了我就一个人，我读的声音比你们还大。找到没？一二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都没都归呀、啊、都归了，都归了。洗罪的时候不能你单独跳出来说耶稣基督啊，你洗净我的罪，这是三字会的信仰。三字会的自己单独在亚当里要洗罪。那么这个罪是在哪里被洗的呢？一会儿咱们再看罪在哪里被洗的。耶稣成没成罪？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，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二十一节，找到没？一二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你看这里边说，神使那无罪的（括弧里面）那个无罪的做什么呢？不是罪的。耶稣是不是亚当的后代？不是。那耶稣成那个形状是不是亚当？是。但他不是亚当的后代，他是不知罪的。亚当知不知罪？亚当为什么知罪的？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知罪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耶稣基督是不知罪的。神使这个不知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罪。成没成罪啊？耶稣现在已经成罪了。那么他成罪了，也就是说他已经成罪了，他现在不是诚意了。他要不从死里复活就不能诚意，因为他身上带着是什么呢？耶和华使将众人的罪孽都归在耶稣基督身上。归没归给？归给耶稣了。那么下面耶稣又已经成罪了，成没成罪？已经成罪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已经成罪了，那么我们赦罪是在哪里赦的？以弗所书第一章，以弗所书第一章，找到吗？以弗所书第一章找到吗？咱们从第四节开始看，从四节开始看。就如神，找到吗？一二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，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，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。
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赐给我们的，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赦罪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。好好，先读到这里啊。那里边说我们在爱子里，是不是在爱子里？那么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在爱子里拣选我们，是不是在爱子里啊？是。那么你今天单独出来，你说主啊，我有罪了，你求你的血厚厚的涂我。你看你现在不在爱子里赦罪了，你不在爱子里头，你要在爱子里，耶稣钉十字架，你的罪就跟钉十字架了，对不对？你不在爱子里，他钉十字架都没有你的份，听清楚了吗？你只有在爱子里，他钉十字架才有你的份，对不对？你现在是不是把你的形状归给他，把你的形象归给他，对不对？把你的样式归给他，你所有的亚当遗传的东西都得归给他。我上堂课讲的，你归给他，你把罪给他，他才把义给你。你把形状，旧的形状给他，他把新的形状给你。你把旧的形象给他，他把新的形象给你，好不好？你把农夫给他，他把儿子给你，好不好？你才叫儿子的名分，你才得着儿子的名分。这儿子的名分怎么得的？嗯，怎么得的？儿子名分怎么得的？啊，我是在基督里得还是在亚当里得？我蒙救赎是在基督里蒙救赎还是在亚当里蒙救赎？在他里面蒙救赎的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，这是圣经的话，是驳不倒的理。什么叫在基督里？那么我跟基督联合在一起，他死那个人就是我，你听清楚了吗？他被钉死那个人就是我，他从死里复活那个人是我的新人，他被钉死那个人就是我的旧人。我别把我和基督分家了，今天我就跟三次会一样，主啊，我又犯罪，求你用你的宝血涂。他现在在哪了？在肉体里啊，还是在基督里？他在肉体里头，他跟基督分没分开？分开，分开，这是没有永生的，这种信仰是没有永生的。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不定罪的。我们不犯罪是在基督耶稣里才能不犯罪，对不对？正因为不犯罪，所以不定罪了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六节，对不对？这个洗罪是至关重要的，洗罪是至关重要的，对不对？所有的包括那个平约瑟的、林灰灰的、小兵的、还有杨威的、江永流的、蒋小博的，这些人他讲道都在一个人里讲，都在亚当那个旧人里讲。而今天我讲的道不是，我今天叫你在基督里，是不是啊？什么叫在基督里呢？你不犯罪是在基督里不犯的，你不被定罪是在基督耶稣里不定罪的，对不对，弟兄姊妹？找到吗？第三章第六节找到吗？一二，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，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，也未曾认识他。这个人要真正犯罪，在是不是未曾看见他，未曾认识他？这里面说凡住在他里面肯定不犯罪呀。你要犯罪说明他认不认识神，看没看见神？没看见神。这句话是不是叫你在基督里啊？在基督耶稣里头还犯不犯罪呢？不犯罪。不犯罪下面神给你的应许是什么？罗马书第八章找到没？第一节第二节这两节经文，这里前面是在他里面就不犯罪了，反正住在他里面就不犯罪。这段经文说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怎么样？不定罪了。你猜为什么不定罪了？因为在基督耶稣里他不犯罪，他怎么定罪呢？定谁罪呀？对不对？你要在基督里还犯罪，难道基督就是叫人犯罪的吗？啊？仍旧还是罪人，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？对不对？
对不对弟兄姊妹？这话我们必须听圣经的说，看圣经的说，必须用心看。有的人看圣经连走嘴不走心，走眼睛没在心里头走，所以这个道不是他的，这道就是个字儿，他看完了是死字句，所以因此这道不是他的。这道什么时候是你的？就是你用心了，把这道接受进来，这道变成生命了，对不对？主说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当你听主的话是必须听到灵，听到生命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是。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是不是有声音呢？是。那么圣灵在我们里边有没有声音？有，一定会有声音。没有声音我怎么讲道啊？我就没办法讲道了，是不是啊？我讲道是按照圣灵的声音引导我讲道的，不是按照我自己里边的逻辑理性来讲的。不然的话我一年四季在外讲，这就是个神迹。昨天姊妹也说这件事，这是不是神迹啊？是是。你看我的嗓子，我一天保证，你看从那个点完事的，下午少讲一讲，在那讲点讲七讲，马上就得到晚下午就得赶到这个地方。今天中间没有隔着一天继续讲，每一天都在讲，而且一讲是70分钟以上的，就这么讲讲讲，连续成年的讲。那要没有神迹，我早就是，我的嗓子早就哑了，也说不出话了，对不对？正常的老师讲到就是40分钟，一天就有的时候一堂课有两堂课，就这么长时间就完了。而我不是这样，我是整天讲，老师还有休息的时候，我没有休息的时候。他们还有礼拜天，有两个礼拜天，是不是啊？礼拜六、礼拜日他们放假，我呢没有，我一年四季都在外面这么讲。这不是神的工作，若是人的工作或者 是其他的工作，这就坚持不下来了，累也累死了，是不是啊？但我继续的讲，继续的讲，就是往下讲，一直在讲，是不是啊？你就不看见别的，你就看见我所讲的道，你就知道是从神来的，对不对？所有的讲道都没有这么讲的，对不对？历史里的你去查都没有这么讲的。而现在那个网上为什么红眼了，把我的讲道给屏蔽了呢？那魔鬼的事儿，魔鬼怕有许多人听见网上的讲道，所以给屏蔽了。那早就他们就联名告我，早就告了，不是现在告。是不是弟兄姊妹？那么在基督耶稣里就不犯罪了，是不是？那些住在基督耶稣里还犯不犯罪的？不犯。因为住在他里面就不犯罪，犯罪的是怎么样？就是压根就不认识神，也未曾看见他，也未曾认识他，这样是犯罪的人。那么在基督耶稣里，在他里面就不犯罪了。紧接着神给个应许，那应许是什么呢？往下看第一节第二节，找到吗？一二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脱没脱离？脱离了。在哪里脱离的？在基督里。两句话，在基督里，是不是？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，恐怕你不在基督里，恐怕你不在基督里。这里面就强调了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怎么样？不定罪的。不定罪的。为什么不定罪呢？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，因为你住进基督里，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哪里释放你？在基督里释放。这个应许大不大？大。那么今天我跳出来，从基督跳出来，我的罪呢？我的救人呢？我那身体呢？我那灵魂呢？都在哪里找？都在亚当里找。都在亚当里找，行不行？都在肉体里找，行不行？都在人里头找，行不行？要在哪里找呢？要在基督里找。你现在生命在哪里了？基督里。必须上基督里找生命，好不好？亚当里有没有生命呢？没有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你上亚当里找生命有没有？没有。没有的。听清楚了吗？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是主说的。是。这句话我不仅仅是记，而且是把它存到心里去，好不好？你就得了。因为为什么有人被盗呢？就是因为道是道，我是我，我和道没调和。道是道，我和道分家了。道是道，我是我，我和道没关系。那不被盗怎么的呀？
你别说一个人呢，一万个人都得背刀，对不对？都得死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没明白什么叫在基督里，他没住在基督里，神的应许是不是在基督里不定罪了？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，不在亚当里。那么你一说话，能不能证明你在哪里？啊？能不能证明你在哪里？能。你一说话就能听出来你在哪里，这个不用我故意的检验你，就是你一说话就知道你在哪里。那我的灵呢？那亚当那个灵呢？你说这人在哪里说话？在哪里？在肉体上说话。他没把耶稣当成是他没把耶稣钉十字架那人当成是他的救人，他也没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个人当成他的新人。哎，给我换生命了，换生命，对不对？换生命是对是错？对对，老亚当的生命，受造的生命，他失败了，对不对？路西法那受造的生命在天上失败的，亚当那个受造的生命在地上失败的，所罗门那个生命在地上失败的，对不对？那受造的生命告诉你，你再有钱也不影响他堕落。所罗门有没有钱？有。堕没堕落？亚当有没有？有。堕没堕落？耶稣有没有？没有。在地上什么也没有，得没得胜？得胜。他住在马棚的马槽里头也能得胜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就告诉你，你必须成为儿子，你成为儿子呢，你就住在马棚的马槽里也能得胜。你若是被造的亚当，你就在伊甸园里照样堕落，你在王宫里照样堕落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这是神的意思啊？那人不知道啊，就不知道这个理啊。你告诉我，儿子好是奴仆好？儿子好，儿子好。那么儿子好，那得在哪里得儿子的名分呢？基督里得儿子的名分。在亚当里有没有儿子的名分？有。现在有许多人就在亚当里要成为儿子的名分。我在亚当里啊，就是亚当里蒙拯救。神有没有一句话，你们在亚当里就蒙拯救了？没有。你们在他里得蒙救赎，是不是？你得蒙救赎是在他里头，在基督里边得蒙救赎，罪过得以赦免，是不是？这就是圣经的话。那我离开圣经的话，表明我没有生命啊，表明这个人在亚当里寻找自己的人，表明他没有重生，没有得救，是不是？那么他从前不也听这个道了吗？也脱离罪，也脱离律法吗？他脱离罪的是站在人的里边脱离罪的。我再说啊，你不能站在人里脱离罪，你必须站在基督耶稣里边，跟他成为一体来脱离罪，不是站在亚当里脱离罪的。听明白吗？我把基督那钉十字架那罪身形状看成是我的形状，对不对？我把基督身上的罪看成是我的罪，因为耶和华将我的罪归给他了，因为耶和华将我的形状归给他，样式归给他了。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个形状样式就是我，从埋葬的就是我的旧罪身，是不是啊？从死里复活的就是我的什么呢？新人。听没听明白？这个人就在基督耶稣里的，这个人就叫在基督耶稣里的，好不好？跟基督合一，联合与主联合的，听清楚了吗？这个人叫在基督耶稣里的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为什么？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什么律啊？死的律了。现在先决条件是圣灵是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的，那我跑亚当里头了，我一说话就显明说我在亚当里，我并不在基督耶稣里的。你说这人能好不？能不能得救？在亚当里有没有得救的应许？没有。我的好处不在基督以外，好不好？我跑亚当里，我就想得救，我就在这里就想得救。我现在跟他是分开的，能得救吗？能赦罪吗？能成义吗？能成圣吗？这是不能的，因为他跑那个地方不对了，是不是？他上哪里了？上受造的里头。听清楚了吗？你在哪里？你赦罪在哪里赦罪的？你称义在哪称义的？你看这经文呢，我能找一大堆一经文，但我不是今天不是讲这个问题，我讲基督要把他的生命赐给你，因为他的生命是不是儿子生命？亚当的生命是不是奴仆的生命？基督的生命是不是道的生命？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
道就是神，他是不是要叫你承受神的道啊？你承受神道，道好跟神是一模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你承受亚当，你跑亚当，你住承受亚当，跟道有没有关？没关。啊，咱们看一段经文啊。约翰福音咱们看第十章34节，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十四节，找到吗？要叫你承受神道，不叫你承受亚当，亚当不是道，对不对？要叫你承受真理，不是叫你承受非真理，亚当不是真理，亚当里没有真理，这个生命不是真理和非真理的结合物，咱们今天那个重生那个人不是真理和非真理的结合物，不是神和人的结合物。要叫你接受基督这个身体，基督的身体是神人两性的，是人子又是神子，是不是啊？要叫你接受这个以马内利的生命，耶稣那个生命是神和人合一的，叫你接受神人合一的生命，你要成为神人，听没听明白？亚当受造那个人不是神人，要叫你接受基督那个被生的儿子，他是神人，他是童贞女生的，好不好？叫你专一地接受这个生命，好叫你成为神。因为你现在你光待在肉体里，你不是神，肉体不是神，肉体受造的，是不是啊？你要是说神，那就自称是神，而必须是耶和华称你是神。因为你怎么能是神？你必须承受神道的人才能成为神，那个重生的人才能成为神，是不是啊？第十章的第三十四节找到吗？找到，咱们一同来读三十四节。一二，耶稣说，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，我曾说你们是神吗？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，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，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，他自称是神的儿子，你们还向他说，你说健忘的话了吗？好，感谢主的恩典。这段经文，这是耶稣说那些承受神道的人要成为什么呢？成为神。千禧年的时候，在千禧年的时候，咱们基督徒跟神一模一样，跟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的。我昨天我讲这么一个，你看将来神叫咱们管多少座城呢？有五座的，有十座的，有六座的，还有二十座的，是不是啊？我现在就讲这十座的，这是十座城啊、哦，将来就叫你管十座城，管十座城，你是不是在这个城里处理完问题，再上这个城里处理问题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十座城你都得管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在这个城里处理完问题，跑到这个城里处理问题，都得一个一个等着你去处理问题呢？啊，你跟神儿子相似了，你生跟神儿相似了，你不可能就是在这个里边处理完问题，等着大伙都等着，这九个城都在等着你，在第十个城里处理问题，这九个城都在等着你去处理问题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你是王，你是王，你可以在空中，你可以在天上，你可以在地上，你可以无所不在的，你同时可以在这五座城里都有，这十座城里都有你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听清楚吗？比如说现在地上有三个孔，三个孔里都往冒蚂蚁，都往钻蚂蚁，一共是五个孔啊，五个孔往钻蚂蚁，那洞里五个孔，你五个手指头去了把那五个洞口夸炸一下就给堵住了，你五个手指堵五个孔，是不是啊？你五个 手指头都是你的手指头，是不是啊？你的手指头一下就把五个孔的蚂蚁全部堵住了，你听明白吗？
干几个手呢？一个手，几个手指头呢？五个手指头，一下堵几个孔？五个孔。这就是个例子，是不是啊？你同时，因为你是神了，这就是说，承受神道的人是不是神？是。道是不是神？是。那么你承受神道者是不是神？是。神要把这道的生命赐给你，我是不是讲神要把道的生命赐给你啊？是。道的生命，道就是神。你要没有道的生命，将来你怎么成为道呢？啊？你不是肉身成道，肉身成道是错误的。上帝叫你承受道。你必须接受那个道的生命。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，我的血是可喝的。他的肉和血都是道成的，你要不要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呢？要不要吃这个道成肉身的血呢？啊，要不要吃道成肉身的肉呢？不是我们的这个肉，这个肉是亚当给你遗留的臭肉，但神要给你的香肉，发出基督的馨香的肉。你要不要馨香的肉？要，好不好？你好成为有馨香的。听没听清楚啊？那么一个人将来他管十座城，这叫什么？神就耶稣基督应许说按才干给他们什么？分给他们多少？分给他们银两，是不是啊？最后你在地上转来了，最后上帝说你进来，我叫你管十座城。你这又既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叫你管多少座城呢？十座城。十座城，你是同时在十座城中间各个部位都显现出来了。什么叫做王？什么叫做王？你的生命不丰盛，你一个城你都管不了，对不对？就像你今天生个小孩在这还尿炕呢，你叫他管什么？叫他管他自己都管不了，还管家吗？听清楚了吗？你得长大成人了，长成满有基督，长成神量了，才有能力来管十座城、五座城、二十座城。听清楚了吗？将来你做王，什么样身份做王？是以神的身份出现，是以人的身份出现？以神的身份出现。那么有人问呢，那么以神的身份出现，这多少神呢？一个神，神只有一个。那我是在神身上的一个什么呢？肢体，对不对？这肢体长丰盛了，神就给你什么，就像一个胳膊似的，你是神手中的神身上的一个胳膊，你这一个胳膊是不是肢体？肢体，你这胳膊可以管几座城？十座城。听没听清楚啊？你十座城不是在这个地方有，在那个地方就没有，你是无所不有的，因为你是神，神就是无所不在无所不有的，你要跟神一样无所不在无所不有的。那么神是道，那么你必须承受神道才能管十座城，好不好？道是不是神？是。那么既然道是神，我必须接受道才能成为神，好不好？所以这里面耶稣说，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什么？你们承受神道，道是不是神？是。那么承受神道的人就说你们，不是你，要说你就是单指耶稣说的，这说你们是单指耶稣还是指我们？我们就指我们说的，你们是什么？那么你跑亚当里头，这个人重没重生？我动就跑亚当里头，跑亚当干？那我的灵呢？那我的灵不得救吗？你得救又是在基督耶稣里得救的，不是在亚当里得救的，对不对？你罪蒙赦免也是在基督耶稣里得蒙赦罪的，过犯得以赦免。你不定罪也是在基督耶稣里不定罪的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怎么样？不定罪。为什么？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哪里释放我？在基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了。听清楚了吗？你不在基督耶稣里，这涉及不到赦罪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涉及不到释放的问题。只有在基督耶稣里，神应许是什么？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。因为为什么不定罪？因为住在他里面就不犯罪了，不犯罪因此不定罪了，好不好？听没听清楚啊？这是我要讲的。耶稣基督已经成了什么罪啊？成罪了。耶稣基督现在众人的罪孽归不归到他身上？不归。再看第三点啊，第三点，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。
晓得吗？耶稣成为最深的形状，成为最深的形状。有没有形状？有。耶稣成为最深形状，那最深形状是谁的形状？亚当。是不是你的最深的形状？所有从亚当根生的最深形状都在哪了？都在耶稣身上。现在别单独出来找我，你的形状已经在耶稣身上了，好不好？这是个奥秘的事。你的形状在哪了？耶稣身上。耶稣成罪了，你的罪在哪了？在耶稣身上。耶稣替你成罪了，听清楚了吗？你只有把罪交给他，你只有把那个形状交给他，你才有资格将来成义。你罪都没交给他，你自己在那带着呢，你自己带着罪能不能成为义呢？不能成为义的。我不能自己单独出来用耶稣的血洗我，我蒙洗必须在基督耶稣里边得蒙赦罪，好不好？我被洗必须在基督的身上被洗的，不是单独出来耶稣用他的血来倒在我头上。因为要把将重点的罪孽归没归给他，归，把罪归没归给他，归，然后形状归没归，罪身的形状归没归给他，归。你的形状已经在基督身上。我们再看啊，这是罪身的形状，第八章的第三节，找到吗？第八章第三节，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好，感谢主的恩典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，你肉体能不能行？能不能行全律法？所以耶稣基督代替你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就是因为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，所以他把你那形状取去了，把你哪个形状就不能软弱那个形状取去了，对不对？取去干什么？钉死他，好不好？把软弱的给钉死，然后给你强壮的，把羞辱的钉死给你荣耀的，把奴仆钉死给你儿子，把有罪的钉死给你无罪的，听没听明白？这叫什么呢？义的代替不义的，用他的生命替换你的生命，对不对？你没有这个儿子生命，来，你把你的奴仆生命给我了，我把我儿子生命给你，听明白这个真理吗？你把你的奴仆的形状给我，我把我儿子的形状给你，对不对？这叫什么对话？什么叫对话呢？什么叫对话？就是你把你的给我，你坏的给我，我好的给你。你把地上给我，我把天上给你。你把属土的给我，我把属灵的给你，好不好？你把那必死的给我，我把不死的给你。你把奴仆给我，我把儿子的给你，对不对？对。是不是替换的？是。用天上的替换地上的，用儿子替换奴仆，用神的替换人的，你听懂了吗？这叫救赎，这叫救赎，听没听懂啊？有的人不知道这个奥秘啊，是不是啊？他为什么取了你这个罪身的形状？他为什么替你成罪了？他为什么将众人的罪孽都揽到他一个人身上去？就不好的东西都给他，好的东西再给你，好不好？因为你那个生命不是神的生命，受造的生命，他肯定得失败。亚当失败就是我们的警戒。你意思，亚当失败了，那我还住在亚当里，不还得失败吗？这魔鬼你看现在都红了眼了，现在开始在我们内部开始翻江了，在内部开始兴起一些人反对这个道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红眼了？你看外面呢有征战，内有又有外患，是不是啊？内有征战，外有外患，这个整个这个教会中间，魔鬼想要在这个教会内部开花，叫内部开始乱，你听清楚了吗？你现在你应当看到魔鬼那个诡计啊，他想破坏神的救恩，对不对？他想在人力建造，就叫你都回到人力，回到人力就有分门结党，回到人力就有嫉妒纷争，回到人力就有什么扰乱的事情，回到人力就有败坏，对不对？他叫你回到人力中，你看有人说，哪个要亚当的，哪不要基督那个，
俺就要亚当，那亚当那多好，那败坏的多好，这败坏的这多好呢？俺就要亚当的，俺不要基督的。你想给俺基督那个，俺不要。你看有人说，等我给你放放那录音，你听听。你听听，他就说俺不要基督呢，俺就要亚当那个，因为亚当那败坏，在那败坏坑里活着，那多好呢！你把我救出那败坏坑，俺不干，对吧？俺不干，糊不糊涂？糊不糊涂？耶稣要把他那从那败坏坑里赎出来，他不干。亚当败不败坏？亚当被没被魔鬼败坏？啊，败坏了，败坏了，那亚当得不得死？得死。他说俺可不死，俺活着，俺活着继续败坏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俺就活着，俺就要亚当原来那个生命，俺不要换生命，跟俺换生命俺坚决不干，俺跟你干，你是干到天亮，干，是不是？俺坚决不干，俺坚决不换，俺就要亚当那个原来那个老生命，俺不要新生命。就这么说的，等到时候我给你放放录音，我这里录一段，听一听，你看背不背你呀？就人要来背逆劲儿的，活在那亚当里就背你，亚当本身背你，活在亚当里，告诉我背不背你？背你顽梗，不顺服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就教会中间最害怕的就是住在亚当里的人在教会中间掌权，是不是啊？住在亚当里在教会中间掌权，这个教会就完蛋了，这个给这个教会带来灭顶之灾，对不对？老扫罗王，你看吧，这不跟这个亚当的性情一模一样的吗？啊，神告诉你灭了亚玛力人，连他们牲畜连他们的婴孩一个也不留，全部灭尽，最后他看到牲畜好的留下，最后把亚甲王留下了。干嘛留亚甲王？留后啊，这亚甲王，你这小伙真漂亮，我留着，留着在我手下给我当个卫士，比较不错，是不是？说用人眼你看，这亚甲王长得真漂亮，真帅气啊！留着，留着干嘛？留着好生亚甲王，也留那个里生亚玛力崽子。用一个王不就生崽子吗？是不是啊？你看那扫罗王，你看背不背你啊？上帝废没废掉他做王？这就告诉全世界的所有的基督徒，人的肉体跟扫罗王一模一样的，他里边有背逆的心，如果住在这里头，就是与上帝为敌的，就是与神为敌的。听没听清楚啊？听清楚了吗？你那肉体的那王不就是扫罗王吗？愿意在肉体里做王的，还愿意在亚当里头活着的，不都是扫罗王吗？我专题讲的是收血气的王，是不是啊？我讲了一共是多少讲的？一共是20多讲，是不是啊？23讲的那个收血气的王，现在有没有收血气的王啊？愿意在亚当里住，都愿意在教会中间抢王，是不是啊？那么这段经文呢，第三节说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。那么今天耶稣替我成没成为罪身的形状呢？我的形状在哪了？我的罪在哪了？耶稣替我成罪了，好不好？我再别另外从我站出来，另外在我里边找形状，好不好？我的形状现在用信心已经归到耶稣身上，耶稣那个最深的形状就是我的形状，好不好？下面再看以弗所书啊，腓立比书，不是以弗所书啊，腓立比书第二章，从第五节、第六节、第七节这几节经文，找到没？一二，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
既有人的样式，就自己谦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好，感谢主的恩典，感谢主的恩典。你得死啊，因为你有人的形象，是不是啊？你有人的形象怎么死呢？基督死，你就得不能单独的你自己死，你就得用信心归入基督的死。如果你单独的死，你就完了。现在神不让你单独死，你要跟基督同死，就是与他联合。他死了你就死了，是不是？他那个形状就是你的形状，他死了你相信我的形状已经被耶稣基督钉死了，好不好？这里还有一个什么呢？第四点是什么形状，什么形象？第四点是耶稣成为奴仆的形象。人犯罪了，是不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啊？是不是亏缺了神的荣耀？亏缺神的荣耀，这形象像不像神了呢？你看亚当娶的是神的形象，亚当是不是受造的？不是儿子，但神告诉神是照着谁的形象造的？神的形象造亚当，是不是啊？那么耶稣今天娶的是谁的形象？奴仆的形象。你看看他俩正好是反了，亚当往上娶失败了，耶稣往下娶得胜了。看没看清楚？亚当娶上头来，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。但这里边你别忘了有一个什么呢？造的。亚当是不是被造的？是。亚当既然是被造的，那么亚当既或是有神的形象，有神的样式，他也会亏缺神的荣耀和样子的，是不是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什么？造的。造的给他什么形象？往上取形象，往上取形象，就叫神，就叫人看见我造一个血气的亚当。亚当那个生那口气是不是血气的？是。亚当那个灵是不是血气的？是。你敢不敢承认亚当那个灵是血气的？因为哥林多前书昨天我查到了，他那个灵是什么？血气。成了有血气的人，括弧里面那是血气，他那个灵是血气的灵，对不对？他吹了一口气，他那个灵那个生命就是气，就是一口气，对不对？他是有血气的人。那么耶稣有没有血气？耶稣是把亚当的血气给断了，说在十字架上他的血就流出来，气就断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么这个属灵的人他是不存在血气的东西，而属肉体的人像亚当这种人就是有血气的人。有血气的人能不能够胜过仇敌？能不能够打败魔鬼？耶稣基督在旷野轻易就打败了魔鬼，而亚当在伊甸园轻易就被魔鬼打败了。你看清楚了吗？亚当属灵是基督属灵，基督属灵，基督生在哪里头？马棚和马槽里。亚当被造在哪里头？伊甸园里头。亚当造出来就是个什么人？大人。而耶稣生下来就生下一个小孩，一个婴孩，有一块布包在上，那块布就是记号，是不是？那个布代表着他成小孩了，他由小到大长，而亚当没经过长，所以他失不失败？亚当这个老旧人没经过长。耶稣基督今天为什么要道成了肉身，要经过长呢？而且要经过女人的后裔生出来呢？耶稣不是男人的后裔，乃是女人的后裔。亚当不是女人的后裔，乃是男人的后裔，是不是啊？亚当生下来就做王，耶稣生下来就没做着王，对不对？耶稣生下来就被追赶，就被希律王追杀，对不对？耶稣安不安逸？亚当生下来就在伊甸园里，什么要什么有什么就享受，对不对？亚当当的全人都是属血气的，基督的全人都是属灵的。这句话你听懂了吗？亚当的全人包括灵魂体都是受造的，基督的全人都是被生的，对不对？亚当的全人都是属地的，基督的全人都是属天的。我们从创立世界以前就蒙拣选那
个灵早早就在基督里，不在亚当里，听没听明白？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必定拣选的那个灵不在亚当里，乃在基督里。刚才咱们查没查一无所知啊？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你们，这就说明你从创立世界以前就跟基督同在，是不是？你为什么跟基督同在？你怎么跟基督同在？你是以什么形式跟基督同在呢？以灵，以灵的形式存在，就像你早早就存在你爸爸里头，你不存在你妈妈里头，对不对？你爸跟你妈结婚了之后，你用你妈妈你爸的身体里转入到你妈的身体，你妈是养者，你爸是生者，听明白这句话吗？你妈不是生你的，你妈是养你的，也就是你妈的身体是你的育儿袋，你就在你妈妈身体，但是你是谁的生命呢？你是你爸的生命，是你妈的生命呢？你是你爸的生命，你不是你妈的生命，对不对？那么教会今天也是这个重生的人，他属神的生命，跟人的生命一点瓜葛都没有。从神生的就是神的儿子，如果从人生的叫谁的儿子？人的。什么叫重生？什么叫重生？重生是不是亚当给你生那个人了？在亚当给你生那个人以外又再给你生一个叫虫，虫是重复的虫，是不是？哪个虫？哪个生？是不是那个重生？什么叫虫？虫是重新的意思，是再来一次的，双生叫重生，要一个生它不叫重生，对不对？在你肉身生命以外，在你老亚当给你的生命以外再生一个生命，从神生的管谁叫爸？从人生的管谁叫爸？你从神生的生命有没有亚当的成分？没有的。有没有玛利亚的成分？没有。没有。有没有夏娃的成分？没有。没有。你从神生的生命就完全是从神生的，完全是道生的，从真道生的，听没听清楚啊？从灵生的，从圣灵生的，听没听清楚？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。真清楚吗？啊，真清楚了吗？从神生那个生命叫什么名儿？啊，叫什么名儿？啊？从神生那个生命叫什么名儿？伊玛内利新生。啊，伊玛内，他名叫伊玛内利，是不是啊？伊玛内利是神和人同在的意思，对不对？耶稣那个生命是不是神与人同在的意思？神不跟你的血气的人同在，乃是跟基督同在。你必须借着基督生一个伊玛内利的生命。有的人把伊玛内利弄到肉体中间，我这肉体伊玛内利，这个伊玛内利，这能伊玛内利吗？肉体能伊玛内利吗？肉体要伊玛内利，肉体有一天死了，是不是就进哪去了？火葬场去了。他是伊玛内利吗？听清楚吗？这床上还能坐人，那外面你根本听不着。床上去，这边上都可以坐。上床上坐的，上那外面坐，我写什么，我给你举什么例子，你都不知道，都跑外面听不着。是不是弟兄姊妹？这个地方清没清楚啊？耶稣为什么替你成为农夫的形象呢？因为你有农夫的形象，他才成为农夫的形象，他成为你的样式，他成为你的形状，是不是？他成为农夫的形象，他成为最深的形状。下面说，成为人的样式。第七节下半部是不是成为人的样式？你问样式啊？谁的样式？这是第五点啊，成为人的样式。你还找亚当？这样式在不在基督身上？你还找亚当？耶稣的样式是不是人的样式？对，样式都在基督身上，形状都在基督身上，形象都在基督身上，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身上，还找亚当？我那灵呢？你看这个人明没明白？这人懂没懂？咱们样式在不在人的样式在不在基督身上？在。我的样式在不在基督身上？在。咱们形象农夫的形象在不在基督身上？在。咱们最深的形状在不在基督身上？在。咱们这个
基督身上，所有的一套，这老旧人的老亚当给你留下这一套都在基督身上。基督上十字架，你他的死才跟你有份呢，对不对？这是福音。你为什么相信他死？相信他死不是他死，他死了是把你的形象样式给你钉死了，好不好？他把新的形象样式给你了，对不对？他成为人的样式，成为农仆的形象，成为罪身的形状，成为罪，是不是啊？成为血肉之体，你血肉之体都在他身上，你的灵，你的魂，你的样式，你的形状，你的形象，你的样式，你的所有的东西，一套亚当给你留下一套，都归给谁了？都归给基督。这个人才有指望啊！听没听清楚啊？休息十分钟。